我不喜欢。就在刚才，狂魔哥时隔半年终于迎来了首秀，为了不被平台拿下，魔子也是化身头套人开播。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嘚，但是为了保命，兄弟们，我怕我这脸一露出来，抖音就给我咔一下直播间给我封了，我有点怕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有点怕，有点怕。结果带了没几分钟就受不了了。我带的真的很懵，你们知道吧？我已经有点受不了了，但是才播了几分钟啊，才播了五六分钟呢，我带的就有点难受了。结果由于带着头套太折磨，于是便拿下了。不料拿下的一瞬间就遭遇大批猎魔人举办，开播没几分钟就被管哥拿下。太帅了，兄弟们 ！OK 的 ，No No 的这一块。我的直播内容涉嫌违规，请花几秒钟了解一下相关规则，避免受到处罚。不是，我才播八分钟呢，就涉嫌违规了。随后，魔族绘图转生，戴上了答辩头套，并用小号继续开播。结果没播几分钟，又被系统警告，随后连带小号一起被封。又违规了。